今天几点来这边排队？八点整就到了。为什么会特地请假吗？没有，我们本来就休息。本来就休息。对唐吉诃德很大的期待。很大期待，因为在日本就很爱去逛唐吉诃德啦，所以就还蛮想要逛逛台湾的，因为我们在台湾还没有逛过那个唐吉诃德在台湾的展店啦。对，那在高雄是第一次，所以我想说那一定要来看一下。那目前最期待的东西是什么？水果、麝香葡萄、苹果啊，和牛肉，很想去买。那一早八点就来排，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准备？没有，就让脚酸一点。看可不可以等一下少买一点。准备预计要花多少？大概1800左右吧。1800，我只带这些钱啊。不够怎么办？不够就用刷的咯。预算无上限。还是有上限啊，我不能穷死啊。OK， 好，谢谢。这样会减少去日本的次数吗？还是会很想去。排错队。排错队。哦，那会不会很可惜啊？排到这边了。还好啊，还是蛮开心的。你刚原本排在哪里啊？那边。啊，你几点来？快六点。快六点就来了。嗯。哎，什么时候发现苗头不对？被工作人员说我排错队。哎，你是学生吗？对。今天特别请假。应该是。啊，你有准备想要买什么吗？没有哎。就逛而已。你要买什么？买四饼，还有它的那个，它的麝香葡萄也不错。嗯，它还有一个酱油丸子也不错。啊，你之前是去日本？我在台北买的，在台北买觉得不错，所以现在这边开了，我就来这边看看有没有啊，不一定啦，因为每个地方卖的东西不一样嘛。啊，他来高雄开很兴奋，特别早起。对呀、啊。准备多少钱？预计在这里花？没上限啦、啊。没上限。看到有想买的就买了。对，哥哥。嗯。对，对，直接插。好，拍照，他看了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16，17，你还有要再塞吗？你觉得这个划算吗？划算。你想要塞到几颗？现在17，想要塞到20。谢谢。准备多少箱来啊？200箱。会不会担心很快就被这样子装完？看大家都很会装。对，有点担心，但是也希望大家赶快。